又到了周五剪影桃园的单元了，希望这个单元能够让您放下一周的疲惫，迎接接下来的周休二日假期。上个礼拜我们为您介绍了即将失传的阿公木炭窑，今天要关心的另一个产业，工作环境虽然是相对干净很多，也不需要耗费体力，但是却相同面对没有市场、没有传人、手工技艺很可能即将要消失的问题。做做的，这手工做的，这不是讲印刷品来生产。纯手工现在还有哪个行业是纯手工？糊纸就是其中之一。也因为糊纸艺品大多是用在丧事陪葬的习俗上，相信您没事也不会想要到这种店里一探究竟。糊纸艺师邹春荣从小在大园海边捞捕鳗苗，小学毕业后因家境的关系，开始纸艺人生。本来学三工不爱学啊，咱一家囡仔提这先轻，但是讲不要阮厝大人佫讲啊，但你无创啊，国民后毕业叫你读册，咱厝也无钱啊。囡仔较早来学三工，唔知讲，若讲学手工，咱食袂空，那就抓去学咯，抓调着，较定做44年啊。学徒得先从破竹片开始，竹片破得不平均不打紧，手指被割伤倒是家常便饭。邹春荣穷则变，变则通。会去挂掉啊，去落啊，就是会抬掉会惊啊，底个破，人本来恁头啊，你破到尾啊，本来阮是两支拢变大支，破到尾啊，不要破到尾啊，大细支啊。哎，就非常困难，都学西也非常困难的初步是这破底啊，尔。啊，不过我研究来用这哦，一定会用，叫拍铁啊，去讲哦，伊就晓做啊。啊，尾我搁做了，全省全了，人个有了破的人拢即马就做这啊。差不多20几年前我设计。修边做骨架，接着糊底纸、剪纸、装饰等。糊纸靠的都是老师傅们的巧手。一栋栋的三合院、四合院可不只有外观，举凡电视、音响、书房、卧房，乃至于是卡拉 OK、舞台灯，比例大小一应俱全。零错算是糊纸店经济来源的大宗，但真正考验糊纸功夫的，则是庙会建教。只靠客户给的一张太乙真人平面图，邹春荣就可以巧手折成立体造型。真功夫不怕曝光，仙鹤的羽毛现学现卖，就怕你学也学不会。有人讲这不好做，有无？你去偷听的。来啊来！这揪到手了，碰怕嘞。你再搁做一遍，做一遍，你做下条，做下那个。啊，你哪种白的？7月份普渡那个那一种，中原普渡啊，还有大四爷啦，那些啦，啊、还是做酒那些，可能做酒那些可能要没了。我们这代没有做的话，桃园市早没有了，就是没有传下架杠功夫啦。你看这个这一种就是。人家用那个工业化啊，用厚纸板来压的，哦，来这几千人。啊，阮哩搞，你看阮这，阮这就是阮的功夫。阮这都是商家拿出来的，那个他生前穿的布，哦，啊，伊阮搞的，哦，阮这搞，你看搞个这，啊，你看这男，这个边啊，男生跟男生，你看大一寸较水，对哦，这是功夫啊。就是功夫，但面对糊纸艺品，最终的下场就是焚烧。邹春荣每每百感交集。那个八仙，你知道？八仙过海的啊，迄红啊，啊，咱有用心去搞，迄要烧掉，咱烧光嘛足艰苦的。咱为了功夫，啊人给咱20万，给咱买，啊，咱唔爱搞这个物件，互商家人看。啊，结果迄咱也不去说，迄啊，比如讲，
再几天拿回他家里放几天，那几天后烧，啊，咱去也要给煮火来烧，烧咱心肝嘛都疼，哦，我这个八仙，我那高几礼拜，安尼一暗就烧掉去，啊，不要烧到等下那个一饲2-5万给咱买，安尼高嘛都，咱的功夫安尼。做唔甘的啦，哈！这个新社安尼过几礼拜，啊过迄八尊的8000个啊，这嘛做唔甘，咩嘛感想就讲，感人心肝都疼。胡子店的客户大多是商家，本来就是伤心事。周春荣特别提醒商家不要多花冤枉钱。那有做房子啊，在烧那些，你看。那个门那么小，那个电视冰箱那么大，塞得进去吗？你看，在我们刚才配合那个里面加气，这个房子的门配合里面都有加气，冷气都有了。他另外买那些冷气、电视、冰箱，放在外面烧，刚才是小笨手。我生意人我就讲，迄干脆讲唔好烧迄落。啊，有人讲，啊，我都无高处来烧，好是在你。啊，你老高处唔好烧遐。我今嘛用推广这么10项10几项那些，哦，按另外烧，还有房子，如果有房子就不要烧那些，啊，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子。邹春荣客气地说自己国小毕业，看不懂几个字，但对于金山银山上的《水浒传》《白蛇传》等众神明的民间典故如数家珍。而对于灵错、人偶、金童玉女等尺寸规格，老师傅心中早有一把尺，左搓右揉自成艺术。但真功夫终究还是抵不过市场的现实。以前都是哦。以前人的商家来买，弄爱个要求好的，现在不是，有的是商家都委托这样一次，啊拿那个烂东西也卖你那么多钱，啊就是安尼，啊阮这是那个进口的啦，啥哎也进嘛进口那个厚纸板纸盒那种的，哦，啊进嘛就是我们的市场就这样功夫人的那落寞一样。我一摆做了40几年啊，做个这么晚的生啊，无人不传啊。邹春荣跟两个弟弟从事胡纸艺术44年，每位师傅手上柴刀的年纪也都超过30年，每人传承几乎是传统技艺所面临共同的问题。不过已经有许多大学和社区争取邹春荣授课，或许再过几年店面可能消失，期待胡纸艺术持续在社区大学里发光发热。